府来，除了向刘海蟾祖师爷求财之外，祖师爷也很关心信众的身体运势，也能够帮你开运呢。这就要提到仙石府的另一项特别的服务了，开五行八卦。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，也代表了人体内的五脏，对一个人的运势有非常大的影响。而八卦的五行属性分别为坎水、坤土、震木、转木、中宫土、乾金、兑金、寅土、离火。命理运用五行八卦的配合，可以推演出非常多的东西，达到趋吉避凶、开运造命的效果。那究竟何谓开五行八卦？这个仪式又有怎么样的效果呢？哦，咱这人讲我讲，你父为什么体内有积一个无好的气体内底？啊，积久会感觉胸坎会白白，加酸加痛，啊，较严重就暗时困未去。哦，啊，这咱就做出有一个法，就是讲用这个五行八卦，把你这无好的气给你泡开，用五行把你五脏六腑内底无好的气总泡开，泡开了后，你随着呼吸也出来，无好的气也出来。哦，啊气啊顿温了开。哦，做这是咱做出一个给你温哦，该温哦，啊，给你做起的一个妙法。观众朋友，你明白了吗？因为受到生活习惯的影响，体内的五行之气可能产生失衡的情况，进而影响个人的生活、工作、健康、运势，所以还需要靠外在的力量来补足，来达到平衡。同样的意思，吴老师是运用开五行八卦，把我们体内积郁已久的毒气给排出来，疏通体内的五行之气，到改善身体情况。因为气通了，运势也通了，甚至能够增加你的工作效率哦。我应该是去年十二月第一次来哈，那当时就觉得说，可能工作运势那时候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顺利，所以经过朋友的介绍来这边来。拜拜之后打个八卦之后，然后开个财源灯，然后经过一个多月有感应到说我的事业上比较顺，事业比较顺，然后与同事之间的和乐以及贵人的帮助有相对的提升。对，我们从事的金融业本身是有做业绩方面哈，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哈，我们达到公司的一些业绩目标，然后那个感觉是我从未有感受过的。因为当时亲朋好友他当时有跟我说他有一些比较很好的一些见证，那当时第一次来之后，我拜拜完之后，他的建议我那时候就可以做的五行，打一个五行八卦的部分。那我当时接受他的建议打完之后，发现说我事后就神清气爽，然后做起事来也比较顺利。是，哇哦，想不到这开五行的效果这么好耶，马上就可以感应到了。观众朋友是否也跃跃欲试呢？另外仙石府的三楼还有奉祀池府千岁哦，池府千岁又称为池府王爷。至于为何金轩造型是黑脸，眼如大豆，看起来威严无比呢？传说池府王爷某一天晚上梦见了一位瘟神，奉玉帝的指令下凡降灾，散布瘟疫。池府王爷心肠慈悲，害怕百姓受灾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便请这位瘟神到府中饮酒畅谈，趁瘟神不注意的时候，将那包瘟疫粉全部吞下，药性发作，随即满脸变黑，两眼突出而亡。玉帝感念他爱民救民的精神，塑封他为代天巡守池府天岁。那为什么仙石府已经有了刘海蟾祖师爷坐镇了，还要奉请池府王爷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曾公主的说法。是，咱今麦刘王爷就是讲，讲我出世就是刘王爷的主，所以我认伊做主。啊，伊就是游园，我游园甲服侍一电话伊吼，就是带只伊，就是要出来救世。啊，所以咱今麦算是讲，啊，你要求财，啊，求财你嘛是爱有啥？你讲过去啦，有你落运气无遐好啦，也是讲这个有烦恼什么啦，完全这主啦吼，这方面的物件，伊有法度甲你处理，嘿，啊，甲你处理完，你要求财才求。你因为你敢若袂输讲，咱身躯都有垃圾清清的，清完，啊，你要治什么就有什么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种合作的。咱这两尊神拢是安尼是，这配套这甲咱那个叫神神吼处理代志。西方有个伟大的雕塑家叫做罗丹哈，罗丹说这世界并不缺乏美，只缺乏发现。同款的道理，以咱代表关九鼎乡，吼，咱的元宝山石桥府，咱金蟾如穴老海苏寺庙，并不缺乏奇迹，
是缺乏发现。你当时，吼、哦，咱老爱先祖庙、祖师庙，咱先祖府，你建庙时吼、哦，这地板本来地板拢是同款色的，啊，突然间这地板黄色的三地变白色的，而且其中必有因果，这因果就讲这个气场哦，磁场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气场好，所以该旺财、该旺利，吼、哦，啊，该食个百利。所以一些物件是算讲一些先祖府老海祖师庙，即款买山的一大特色吼。咱拜拜爱台湾这个单元，介绍观众朋友看落去吼。小义讲有吃有夹球，有拜拜有保庇，意思讲每件拢来拜拜来敬天敬神吼，随时把家己头脑做好。伊出来咱来友好父母时代，伊外口咱来认真拍拼来做代志吼，因为人哩多，天哩宽，有拜有保庇，拜拜爱台湾是一个。发挥咱台湾吼有理有声强庙的节目，咱台湾三宝是大庙，五宝是小庙，无论是大宫大庙，还是小宫小庙，连接大，有神就有灵。拜拜爱台湾是一个帮助咱神明到发挥到宣扬的节目，欢迎咱全台湾吼大金宫小金庙拢来跟咱拜拜爱台湾来结成缘。拜拜爱台湾的联络电话是0287915585，0287915。应我办我，啊！我国播出，而且甲各位观众朋友来报告吼，咱世代团圆会，道人团道义，顶人牵连，前辈牵后辈，咱大家人就人，手牵手，来甲咱拜拜爱台湾来道友，来甲咱拜拜爱台湾来道家手吼，多谢，好的，谢谢。敬请各位观众朋友锁定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的晚上9点到10点，世界电视台《拜拜爱台湾》联络电话02-8791-1585，0287911585，0287911585。